芬兰夏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今天我要出门办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的有意思，第二件事情非常有意思。有小伙伴问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在家里是不是都在做俯卧撑呢？ No, 今天就给你看看我家里这个是干嘛用的。Tää näkyy on alennus. Joo, se voi olla, että on hinta vaan verkossa. Ootas, katsotaan mitä okay. Meidän nettisivut sanoo. Se netissä on 24. Mitähän meidän kassa sanoo? Okay. 24,95 antaa tää hinnan kanssa. Ah, siis ihan sama vai? Joo, sama hinta. Ah, okei. Okay. Joo. Aikin lappussa ei oo alennus. Okei, okay, täytyy käydä korjaamassa se voi okay. olla. Että...刚建成不太久，可能一两个月的一个新的建筑里面去玩，去那里面需要用到这个手环。天然，你上次是不让拍是吧？对，我就站在下面。右边那个道是第二道，但是我边上没人。OK。但是他老高给我拍了大概十秒钟，后来那个人过来说不让拍，他就走过来了。没有，哎，特别愤怒的。待会儿不知道能不能带着相机到下面去。好了，我们换衣服去了，就不能再拍了。出来了，哦，他们不知道是还在那里游呢，还是已经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因为今天练了腿，然后来游泳的话，腿有点受不了，有点抽筋的感觉，所以游了一半，我就去洗桑拿了。现在走，出门了。新开四个月的游泳馆，回家喽。很开心今天救生员让我拍我们的姿势，就是去问了一下，本来不知道让不让拍的，但是人挺好的，就让我拍了一下。